刚刚往前看，反正就是关起来的那哦，嗯，没关系啊，杰克的错，对，都我杰 的克的错，错，都杰克的错，你看他都承认了，都他，不要对我，不要再这样子，他，对我会学乖的，这包最强的还是龙科技吧，也许哦。对，龙科技，我之后会学，我之后会研究，我之后会跑龙科技。血龙魔法师，那会兑发票吗？兔子帮我用了，就是类似载具的那东西，载具那个吗？就要对，自己对。自己中了就会存进去，给我钱，这样也省啊，不然那种电子发票其实也不环保嗯，啊。我的坚下持棒棒，那个好，仪式旋律在吗？就是。或是你们再复制一次他刚刚打的话给我看，就是这个要怎么修耐久？写魔法会继续玩吗？会。那个速度视频有的没的要怎么？不打算用诅咒之徒吗？会，诅咒之徒要放在上面，哪天不用的时候给他照太阳。我的写魔法会玩到基本上最大祭坛会做出来，嘿，差不不用多紧吧。张。嘿，我会把它写完一个段牛，落才会换龙魔法。今天7点开台，对。尿等下尿，问，那你什么时候关台？他什么时候关？什么时候关？杰克开台了就关台吧。看几个台，去看几个台。Go！记得订阅哦，哎呦，记得支持哟。等下说画面上面找不到订阅按钮，那就不要订阅好有了。啦，又上九了，我又下九了。那个叫做追随，它不叫做订阅。怎么还那么亮？我、哦、白痴，我夜视太亮啊！我了。想说，哎、欸、啊，我火把都打掉了，怎么还那么亮？对，这个夜视能不能关啊？钻石铁针消耗电修，或是熔岩铁针消耗熔岩。好公好司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什么铁针吗？好，怎么中介门？你们好吵啊！你们好吵、气。有一种子有了，这样子量我要种，产喽。我要种在最角落，没有收到那个资源的地方，让它产得很慢，很慢，很慢。夜深怪砖不会受到光的强度影响，不是啊？那这是普通生怪砖呢、欸？还是说那个凋零生怪砖是机械的？尿尿快，尿尿快，得尿尿很快。是啊，男生就直拉下拉链，就开水龙头，再关水龙头一样快啊。好，你要开水龙头？你为什么要开水龙头啊？哇！就下次我想看看，他大罐，他大罐，他大讲呀，那也是消防，水比较多，可是消防栓也是很大，要转哪里啊？你要转哪里啊？不好说。对，明天很多人要开学了哦。对对啊。啊。QQ 哦，写 QQ 作业哦，可以啊，快去写，写 作业都行啊。一矿是不是要什么东西放在底下给它种啊？为什么不会长那我把生怪松放上去喽，观众，这样子吗？然后怎么打开它？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我又来了，是7个月才对。控怎么这么难感找谢订阅，感谢续订。但你也会发现，那个混沌碎片很不好用。又见，工业工作台，很不好用的意思是什么啊？
是不好用啊。太暗了吗？太暗了吗？工业工作台。是太暗的意思吗？嗯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哦，长大长大，可能是太暗了。嗯，作业还没写完，还不赶快去写，明天就要开学了。快写啊！快写啊！等到你是要到明天去抄同学的吗？哎、欸，好主意！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我玩完了，赶紧牛排。好了，启动喽！启动喽！启动喽！啊，我右键怎么没有东西？嗯，为什么右键没东西？可以缺无限能源，没错。啊，右键啦，嗯，不呢，要拿工具。嗯，老子右键。对呀、啊，回到工作室了，现在还有后面有绿幕了。我点他啦，你们。感受不到我在点吗？啊，我也回到工作室很久了。我回到工作室很久啦，好几天啦。不要这样子。哦，你怎么了？哦，蹲下右键，好酸。蹲下右键，真不错哎。啊，白痴。这每次打开都会那个一下下，是不是？对耶。嗯，对，要打开会那个一下。什么东西打开会那个一下？打开什么东西？工业工作台。工业。打开的时候后面那个一下。嗨。这样。哇，我这里有废矿哎。其实我可以直接做钻石的了，我不需要做黄金的啦。我家钻石这么多，进不去。为什么这电风扇会吹开，隔着墙壁吹啊？风力强嘛，强哦，强到穿墙啊，超强哎、欸！风力强嘛，不要这样。那我现在做什么？嗯对，我要做攻击力量强化，力量强化。这里力量强化是要苹果四颗，苹果四颗，这样，这样。啊，四颗。早跟你说过，这是最强的电风扇，隔着墙也可以把你吹走，有感受到了。谁知道他那么强啊？太强了！阿克，哦，那天本来多做几个，我、昨天呐、就是我把我铁处女上面跟下面都放满了，可是效果好像没有很明显。然后我就把，对，就是等于是说我左右跟后面上下都各放了那个可以打我的东西。嗯，围了一圈吗？对吧、啊？就除了前面的门以外，全部都把我包紧紧，连下面也放了。哇！可是下面就没有什么感觉，又换回来。你下面没有感觉了？有，无感无感。是他打到我没感觉好吗？不知道是我太硬还是他太软。好，反正效率变差了。好，就是没感觉了。我怎么拿厨用发电机啊？手机给冰冻吧。OK。像现在，所以这个纸箱做得出来吗？就那个打包袋的那个纸箱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不难做吧？找纸箱就有了，就那个没错、啊。只是它有什么树皮啊，还锯末？对啊，就那个啊，那个磨粉机就可以用。
磨粉哦，木头直接拿去磨。对啊，频率太快，所以我就换掉啦。嗯，我看看啊。哦，不用放里面啊。哎呀，不行，不能强化。我看一下，所以它一个东西还是只能强化一次，好吧？好吧。没开车啦，是他们想歪。是，哎呦，电梯又歪，哎呦。你又按了 shift 了吗？对，他又跑船下去了。站你的波波。你怎么没感觉？怎么没感觉 ？BGM 吗？要听 BGM， 好，没问题。嗯，不对，要走这么。啊，这样子。能做几个、啊？是七个刚好。这里青铜锭一锭，感谢雅思的礼物。好、欸，板、哦，没错没错没错。这样，来做做看那个纸箱，看能不能抓珍怪砖。可以啊，我就抓了、啊。可以啊。但等一下去试。哦，哦，最高级的苹果，他怎么不打他们呢、啊？有了，强力二，有了，合金四个，合金拿去压，是压手指吗？对啊，压手指、那个，那个是我脖子扭的声音。哦，我脖子哦，没有啦，脖子还好吗？脖子吗？这个才是吧。你脖子还好吗？脖子给给给，这样子应该是断的啦。你说还这么硬朗、啊？我做这么多干嘛？啊！但力量不能弄在装备上。干嘛、啊？可以啊，这个可以弄在装备上啊，力量可以弄在胸甲上面啊。所以我刚才在试胸甲。这一格好哦。我现在做二阶的，刚是铁加镁。没，刚讲完没，我这边的羊就没，嗯，哦，差点摔，感谢维尼续订，以前我不跳出续订，咔咔咔咔。有一次扭脖子的时候扭一扭，好像扭到就是扭过头，哎，然后就扭过头，嘿，跑去看中医。他的脖子不能乱扭，所以有些人习惯乱扭脖子，那个不要、哦、对啊，不要乱扭，不要乱扭，哎，很恐怖哎。嗯，哦，怀念学生时期吗？还好哎，还好。我做了一把剑，力攻击力41颗，伤害。哦，什么剑啊？就终极精华的剑，然后再加上他专属的附魔。哦，欸、对了，他可以不可以再加锋利呀？哦，哎、欸，可以耶！好恶心哦，听可的。不是，裁判，有人越级呀、啊。四十几点伤啊！四十几点伤害，我现在还没加锋利，我等下可以再加锋利。你要不要打我看看？你我会被烦死吧？那我在想，你防御够高也不会死啊。可以试看看啊。来，我去翻新甲。如果两边都有反甲，他会不会反过来又反过去，又反过来又反过去？不会吧？只会受伤害的那一方。来吧。
你有损血吗？三颗半。这我觉得你没损血啊，还是我装备没有反甲？应该是你这一套还没有吧？对啊，还没有。这一处怎么进去啊？回来回血。想回去当学生吗？不会。就好痛。喜欢念书。不喜欢。不喜欢考试。上课画画。嗯。好，现在是帮这个装备加上经验修补。加经验修补。经验修补。看一下经验修补。Tinker 可以加石英做功力。哦，对啊。然后主要是那种暗杀的人都是转脖子，把人家脖子扭断就直接死。咔啦，咔啦，主要是因为这个啦。嗯，经验修补在这里需要经验，经验帮需要魂金锭，魂金锭，魂金锭需要灵魂杀，灵魂杀，灵魂杀有。37根羽毛应该是够我飞了啦。这是装备，这装备可以秒怪吧？可以吧？这还秒不了怪，我就切腹啦。这个伤害已经几颗？20颗星了哎、欸，20颗星还秒不了怪，已经超过一个玩家的伤害了。对啊，如果有破甲这种附魔就猛了，哎、欸，说不定有、哦，我看一下，看看，让我看看，焰保护、爆炸保护、荆棘锋利、亡灵杀手、截肢杀手、击退、掠夺、耐久、也修补力量，哎、欸，力量附魔、欸，哎，拿了之后你会有力量效果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看到附魔器上面可以有力量附魔、欸，哎，嗯，就掉了。怎么了？就是铁加煤炭可以变成钢，然后我就丢了一个铁，然后开始封，就是一点一点加煤炭，啊，加煤炭，加啊，煤炭过多，加一个铁，然后再加煤炭，加铁，加煤炭，然后没有一个平衡，就一直一下多煤炭，一下多铁，气死我！你为什么不来我家直接可以用煤炭粉去烧成钢呢？啊？你就不用？你现在有吗？有可以直接烧成钢的啊！有以嘞。嗯。力量不是攻哦，力量是攻的哦，哦，那是攻的附魔、哦。好吧。哦，看到了。扩散传送是什么、啊？别人玩过的游戏我们就不能玩吗？那麦块大家都玩过了啊。那你也不能玩哦。对啊，就玩过都不要玩啊。哦，你干嘛玩没别人玩过的游戏？哦。哎呦，夜视附魔，好猛、哦。说附魔书吗？对啊，那你要不要？我还有吸取哎、欸，吸血的。我有看到有吸血，好猛哦、喔！不用了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气死了。这么敏感的吗？吸血附魔。就一直弄不好，他就一直有这配方有怪怪的，对啊，让他流掉了啦。嗯，我要用从那个剑上面可以加吸血吧？应该可以吧？这样子听起来是合理的。对啊，应该是可以吧？我来喝看看。就是吸自己的血，血的冰的，哎呀，我怎么扣血了？哇，这把刀会吸血，这把刀有毒，它会吸血。羽毛、木囊、
我其实刚刚想要就无视掉那个留言，可是想想又不对啊。嗯，说谁谁谁玩过这个模组了？我想想啊，不用理他。我想又不对。嗯，所以别人不能玩吗？我知道，我刚刚就是在想那个我的时间要怎么办。所以我等一下我要接个管子了。附那个附魔，然后传说叫繁星打你。啊？繁星打我？为什么叫繁星打我？怎么要打他？啊？我感情这么好。对啊，为什么要打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直接用砍的，怎么可能用打的？对啊，还给你慢慢来。下星期去实况还愿，要还愿什么东西？还愿就是很像那个啊。返校的那个啊，就返校的那一块，返校续作啊！哦，我想成我要还愿，我要还什么愿？哦，还什么愿？是不是要还愿？你是不是有那个啊？献祭什么啊？对啊，我刚刚就在想，是不是有献祭什么？却没有啊。那可以耶，可以复吸血，六三六个零七。四的六三，三一四四，融个铁一四四，融个煤炭一百，谢谢耶，繁星，是，借我砍两下，要煤炭，多一下怎么办？不要吵啦，好啦，我闭嘴。在弄东西，在哪？在楼下，我在楼下。你在楼下哦，好。玩还愿吗？有热射筒可以做，可以。你先打我，我先打我。打你吗？嗯啊、要跳吗？打我。都可以。哎、欸。啊？哦，好不痛哦。再来一下。啊。再砍再砍，我要先砍到我血扣多一点的时候。那我去楼上吗？啊，我就来。难怪我弄不好。好，好，你知道刚拿的那个熔炼的那个合金有两个合成方式。对啊，第一个是18MB 的铁跟25MB 的煤炭。好的好的。第二个是9MB 的铁跟25MB 的煤炭。你有回吗？啊、你没会吸血啊？再次，等下等下，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拿这个盾，你反而没吸到。等下你不要过来，这边会回血。我先回一点嘛，我快死了。好了，我把战斗告示牌拿起来。可是你那回血很满哦，回很多。满月很恐怖，不要。他没有回、欸，我完全没有跳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没有啊？你时间没有到吧？我自己先回一点。看一下你的血，我拿掉告示牌了。我拿告示牌啊，不会痛了，不会痛了。你在哪里啊？我看不到你啊。哦、对不起，我拿掉你就看不到我了。不会吸啊，这吸血到底有什么用啊？没有吸啊。对啊，没有啊。哦、好痛哦。没有感觉。没有吸啊，这吸血啊，浪费。凋零的骨头也可以啊。可是我这是附魔上去的，可是他没有吸 啊，为什么？啊！浪费，太快了，慢点。哦，打包了。要杀死敌人才有吗？真的吗？我去地狱看看。超过100，欢迎来我这边杀。我楼下有神怪砖啊。好，我想去杀怪物哦，去杀靠怪物看看。他连砍都砍到主人。神怪砖这里哦，不是楼下哦。我啊，你楼上那边也有，有啊，改了。你下面那个收掉了吗？还没啊。哦，先试试看啊。哦，你这真怪砖，你这个打怪方式有点困难啊。不是啊，这边啊，它会掉这边来啊。哦，我想说，这打怪方式也太困难了吧。哎、欸，你这是什么怪啊？它升好慢哦，凋零骷髅。你应该会出不，应该出得来啊，出得来在这旁边啊、欸，哦，有吸吗？有一道砍死，
嗨，看你后面啊！哦，有有戏有，我要杀死哦。嗯，他是要杀死。然后我拿到凋零粉，搁里面。所以要杀死才有。嗯，加力量会怎样？刚刚有人讲到力量是弓箭上面的。嗯，不对，可是要电啊？应该有杀怪的机器吧？什么杀怪机器？就是一个范围自动杀怪的啊？那个是我抓 Tinker 的附魔，装备附魔效果不是吗？没有，我说机器。哦，机器应该有啦，是要找一下，要找一下。这一包这么大包应该是有啦，这么大一包。对啊，这么大一包应该是有啦，这么大一包。艾滋方块，同伴方块，永远都不会威胁要杀了你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听起来就很危险。嗯，看一下哦。对啊，力量等于强力啊，因为我现在是用简体啊，所以有一些就是它的翻译跟我们繁体看的不一样。嗯，都会有 PVP 吗？不会吧？我们又没有要打架，如果要打架，对那些不常玩的人太不公平了。对啊。不是假的，假的好想你。哎，原来我有断过订阅吗？有断过订阅吗？哎、欸，好像有哎、欸。感谢杰瑞。怎么了？你用了什么东西？我做了千辛万苦做出一个批量工作台，我想说这个吗？屠宰机吗？批量工作台就是自动合成台。我做这么久、欸、做一个废物、啊、不会要做过才知道。你做过有学过才知道嘛。哦，我玩听可以，我玩 ATM 一直忘记播广告哦，记一下嘛、嗯、看这边就有这台了，这里自己在合了。破甲破甲我刚刚没看到啊。哎、啊欸、能量铁真是消耗电还是消耗能量是什么？36的能量，我等观众，像是电的东西吧，感觉是消耗电呢、欸。等观众，这个是消耗电还是消耗玛纳？电哦，好好，然后说这个附魔台红石，哎，前四秒钟，我有钟，钥匙，六的，嗯。嗯，没考啊，没考，卖考卖考，这样有几点啊？哈，才加两点伤害哦，这么少？哥，哦不对，三点伤害啊，力量加这么少？会卡风力五，怎么加这么少伤害啊？风力不是加零点五、零点五、零点五这样点吗？我从41点。然后加了风力五上去，变成44点伤害，好少、哦。一种是打猪肉汁和粉红史莱姆E的，一个是打怪物掉落物的。那我要打怪物掉落物的是哪一个？就钻石哦，白石没事。好少。那个因为烈焰神会飞啊，所以想说是一个浇水、啊、是一个范围击杀的那种浇水、啊。也是可以啦。光穿刺我还不能附啊，这个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机器是可以里面放水桶，然后机器去点牛会拿到牛奶。牛奶。牛奶。应该有这个机器吧？我不知道、欸、自己。还是把那个放在某个机器上面，牛奶自动。两台都做好，我两台都做。就跟你这是一个好，这是一个好答案的。就影院那一次啊，找那个蜜蜂的，就什么都做，做到这一台才发现是这一台啊。对啊，就买 APP 一直买错嘛。阿公阿公，
太太经过了，我被击打、欸，办了，好，哦、拜拜。我好鸡眼粉吗？今天修补对啊，对耶，今天修补，看看，好像没了。经验棒啊！对，我玩魂金锭哦，我把我的灵魂沙用掉了。感谢哦，换一个，快去吃饭，快去吃饭。嗯。好，那就可以一直用了。正常哦，好哦。按了，可是我这边看到是，就移除你的讯息啊！地狱怎么这么红啊？你越是看下去，一定红的、啊。好红哦！怎么这么红啊？地导梯是什么？太红了，红人展。嗯，那不，我可以带这个了。嗯，装备在附保护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先用经验修补，先用经验修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嗯，好，打来。什么矿都可以种吗？基本上，基本上。好，现在够了吧？把这里全部挖掉好了，不然这样子好难看啊。嗯，四个纸箱啊。牛牛过来，牛牛过来。我的尖刺有要用吗？啊，对，我想问，装备附尖刺到底有没有用啊？装备附尖刺有吧？尖刺不是就用在装备？